年呢、啊，我带我的外国朋友也是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就游高雄，然后我就带他去莲池潭、看我们那个玄天上帝的那个 masterpiece，、超大玄天上帝的那个就是水上玄天上帝。然后他一走出来的时候，他就也是看到人家在过七星平安桥，然后他就问我说 What is that？ 然后我就一时之间就语塞了耶。然后听到你昨天也去过这个平安宫跪函，所以我就想问你说，怎么解释这个可以一个外国人知道？这很简单啊，七星桥对吧？对。Seven Stars Bridge。Seven Stars Bridge、太烂了吧！外国人不知道会以为你是用那个七星岩盖成的一座桥、欸，很烂。我们这个 Seven Stars 是源自于北斗七星的崇拜嘛？北斗七星叫 The Big Dipper。哦，对。所以你可以跟他说 ，In our culture, the worship for Big Dipper is believed to drive the bad luck away and to extend our lives。我们这个崇拜呢，是深信是可以把坏运驱除，然后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哦，了解。然后因为他看到人家大家在跪喊，就是过那个七彩平安桥的时候、他就看到人家拿那个泰星啊，那那个抓狼泰星，他就问我说 What is that? That is so cute。 那那个泰星应该怎么讲？泰星你可以说 substitute， substitute 对，它是用替代物的意思、替代你去把不好的你把它送掉。有时候在做这个祭改仪式的时候，旁边就有当机或是 chew girl， 就是降价嘛。那关于当机跟降价应该要怎么解释？当机就是它就是神明的一种媒介嘛，所以我们可以翻成 the spirit medium。那降价的部分呢，你可以翻成，比如说这个人被神明附身了，就可以说啊 ，he is possessed by the deity。祭的那个过程之中，就是祭你刚说的官跟煞嘛。那官跟煞又分别怎么解释会比较合适？官其实就是一种阻碍，所以我们人本身就有十二官煞。跟以及你当年可能遇到的煞，也都是透过这个走七星桥，对，来去把它寄送掉。那关是阻碍，所以我们可以用 hinder 或者是 obstacle 这两个字都可以、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关。那煞其实就是不好的气，对，不好的气我们就直接翻就是 the bad luck， bad luck， 或者是因为外国人好像也讲气，对对对，其实他们也懂气这个字 ，bad 气，气其实他们应该就知道。OK， 所以就是官跟煞是这样来解释的。那就是说去把它寄送掉，这个应该要怎么解释这个动词？改一寄送，寄送其实是两个动词嘛，寄是祭拜、祭祀，那送是把它送走，送走。对，所以你可以说 worship and send away， 这样听起来就蛮合理的。对对对。好，那因为我们会要去祭这个官跟煞，是因为我们有穷环碟嘛。那穷环碟其实我们有在上一集有讲到，就是犯太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如果冲犯的话的英文应该要怎么样解释？一样就是用offend， affront 也可以。还记得犯太岁怎么讲吗？不记得，回去看一下上一集。我们说祭盖跟送的那个仪式做完之后，我们就会祈福啊，消灾之后就是祈福嘛。那消灾祈福应该要怎么样解释？消灾祈福其实也是两个动词嘛，对不对？消灾跟祈福。好，我们就是要说 exercise， exercise the bad luck and to pray for the good luck。就是说把那些不好的消除，然后祈求那些好的。那你刚刚有说就是那个七星平安桥，它其实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类似像意象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用就是北极星去解释它。大家知道就是关于北极星崇拜的大神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玄天上帝。因为我带他去莲池潭看那个玄天上帝，然后他就问我说：“哎，这一尊是什么神？”这样子，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解释？除了就是我跟他说：“玄天上帝。”可是玄天上帝就英文没有这个 vocabulary， 对对对，所以我应该怎么跟他解释？神明的英文要用英文来翻成神明，非常非常的难。对，那最简单就是直接用英，然后你再去搭配一些字眼去做解释。好，那比如说我说this is 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其实是北极星的崇拜嘛，北斗七星嘛，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deity of the big dipper。对 ，buggy hand ten show day 的英文是 the deity of the big dipper， 是不是很有力量？希望各位观众朋友看完这一集呢，都能福气满满，然后过年的时候记得要把握可以去跪喊，就是过这个七彩平安桥的时候哦。所以过七彩平安桥也是初一到初五都可以嘛，对不 对？不一定只有初一，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所以大家还可以赶快带你的外国朋友对体验一下台湾的文化。今天的文化英文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